两只手都快拿不住，分量十足、口味丰富的迪特汉堡，就是要给每个客人大大的满足。在这里可以点一份七分熟的牛排汉堡，牛排肉外表焦熟，内带红嫩，老板在生菜以及其他汉堡佐料上也一点都不马虎，极大的分量让人吃了就是过瘾。迪特的汉堡肉是经由厨师不断拍打而成，吃起来 Q 弹多汁，而快比脸大的汉堡肉几乎都快塞满整个胃。由于店家餐点就是主打汉堡，在这可以吃到各式各样口味的汉堡，让每个来吃过的人都会异口同声地说，迪特的汉堡大气又好吃。